对女神的影响，近期积极拓展海外事业，还跨足写真、单曲、主持，甚至出演了电影，工作相当忙碌。日前她再次飞往日本出差，在北海道、东京都有工作安排，不过这次只会在北海道待一天，就要去东京工作了，并分享了在当地拍摄一组美照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林湘身穿白色贴身上衣，搭配工装牛仔裤，头戴粉色耳机，展现甜酷氛围，但上衣的深 U 领口大方秀出深邃事业线，又纯又欲的模样立刻吸引大批粉丝点赞。然而林湘的衣服上却写着一行英文字，不要害怕成为一个婊子，让网友们纷纷留言惊呼，她明白衣服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吗？真的要确定耶，大胆的服装选择意外掀起一阵讨论。Bye.